挺台湾参与 WHA， 挺台湾参与 WHA， 我们都是挺台湾，我们都是挺台湾。五月二十三号去抵达日内瓦之后呢，我们连续四天在瑞士的国门日内瓦机场还举办一个特展 World Health We Share 特展。我们会有会后会推出一个连锁书，日内瓦当地时间五月二十六号由 WHO 官方都会举办一个 Walk the Talk 健走活动。那这个健走活动非常有趣，大家都会参加，那那一位秘书长也会参加。那我们希望可以既有这次活动再次突袭秘书长，把我们的台湾人民的诉求，把我们台湾人民的心声告诉谭德赛。我们的策展主题是台湾 cares more how we share， 那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台湾在很多的医疗实力上是不输别人的。那我们会以四大层面来做介绍，从多样治疗来分享我们中西医整合的治疗经验，那以 equity 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台湾的健保是让台湾所有人民都是享有一样的健康权的。那再来是以 inclusion 就是包容性，那就是我们跟交大的团队分享他们远距医疗长照的产品，让大家知道我们台湾在面临到高龄化社会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措施在跟进。那再来就是以 accessibility 可行性，清大的团队分享他们的非接触式的电梯按钮，来强调我们工位的实力，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降低传染病的感染的几率。